今日咧有个特别嘅环节，由我哋咧亲爱嘅庞牧师啦，会为我哋去到献唱一首嘅诗歌《圣城颂》，同时间咧都会由管弦乐队去到一齐嘅伴奏。我哋请庞牧师。各位弟兄姊妹，刚才嘅主任牧师叶良定星牧师咧，为我哋讲出圣诞的意思，希望大家能够谨守遵从。假如大家有时间的，可以带回你的周刊副页的叶良星牧师的笔记，可以重温一次。我为大家唱出圣城颂，亦都是圣诞的另一个意思。在哥林多后书一章第十节那里说，他即是耶稣救我们脱离那极大的死亡。假如我们在座当中已经信耶稣的，就知道是什么意思了。信而受洗，因信称义，必然得救，盼望未信的早日归信。信了的呢，不是即刻回天堂，还有日子在地上。所以呢，今天我们在崇拜里面都有认罪祈祷，主必赦免。我们每晚回到家，来到睡眠之前祈祷，有得着的感谢主，没得着的认罪祈祷，必定能够安睡。好像我今天这样六点钟就可以起身了，因为有安睡嘛，可以参加两堂崇拜，亦可以为大家献唱圣城颂。最重要的还是最尾那句，那里说我们包括我你和我信主的人，是指望他将来仍要救我们。指望不是一个人的希望，乃是在主里面那个信心的盼望。一日新天新地，新耶稣撒冷降临的时候，我们能够与主永远同在，好得无比。
then methought my dream was changed, the streets no longer rang. Hush with the Gatosana, the little children sang. The sun grew dark with mystery, the moon was cold and chill. As a shadow of a cross arose upon a lonely hill, as a shadow. Gates were opened wide, and all